不使用农药、化肥和杀草剂，尤其包括和蔬菜，在农民技术已经很进步之下，生了相当的好。南北关麻烦小天才协会一名家长，特别前往求取经验，学习栽种的技术。是白啊过来，用金呢，拢有。啊，搁看玉米呢，迄、哎、个蚂蚁来，我都烦恼啊。啊，你白浆黑浆哇，它是微生物进入啊，它有专属的迄、那个。协会在今年初伫中寮设立有机生态园区，不过多数的家长甲学员唔捌接触过农务，除了面临蔬菜产量少以及病虫害，还佫有雨水过侪容易暖气停电问题以外，另外佫是消暑问题。因此，协会就着参访农民相关经验，希望有所改善。比如说，那个龙须菜，像我们也可以知道说，哎，它种的部分它的高地，就是说它的间隔有多大，才可以让它的产能更大。那这样子的话，我们回去我们的园区的话，我们就可以调整我们原来的作物。啊，有机的重点拢是伫个预防，首先的预防。好啊，什么时阵爱种什么菜啊？什么时阵有什么病虫害啊？这些拢是爱甲因讲的。负责协助下关热爱栽种管理，会使长期来经营生态园区，农民大方分享经验，嘛是鼓励搁侪人来投入有机的工作，为地方的产业来找出新的发展机会。咱卖多啊，增加传统啊，甲人多啊，拼甲要死啦！啊，伊台湾咱即摆是小面积的耕作，所以你定爱高品质哇，较悬的高品质哦。啊，过来就是咱已经。其实传统的农药已经用了伤过侪啊。那我们的想法就是说，我们要把这个环境呢、保护好。另外一个呢，对于我们这些农人来说呢，我们不希望再去碰农药。协会表示，实际栽种了后，效果很无所想的遐尼简单。好加在伫地方农民的支持之下，和这群心地壮的天才，会使有合适工作训练的机会，方是相当甘心。记者林明信采报道。